大家好，那么中国呢与瑙鲁建交以后啊，王毅十四号出访埃及，与埃及外长苏克里会晤。王毅在会谈后呢，记者会宣称，台湾地区呢选举是中国地方事务，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对此呢，台外事文呢表示，中国一再背离事实，重谈一中烂调，都无法改变国际公认的两岸现状。他说，台湾人民呢13号透过公平公正啊公开选举选出新任总统及副总统，再次展现了台湾民主政治成熟稳健，普获国际社会肯定。中国共产党专制制度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都无法改变国际公认的两岸现状。台湾方面呢呼吁北京当局尊重选举结果，面对现实，放弃对台压迫，才能使两岸良性互动早日回到正轨。并且对国际社会期盼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一再期盼做出正面回应。我有时候啊，真的我觉得很魔幻啊。我有时候看台湾这些，你说都是专门学外交的，专门学国际事务的，竟然外交部啊说出这么没有水平的话，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地方事务及中国一部分，台方面反对中国一再背离事实，重谈一中烂调，无法改变国际公认两岸现状。那外事文的新闻稿又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已是国际社会的公认事实。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更有意思，就说句话没有逻辑性。中华民国既然是主权独立国家，那人家中国对吧，和瑙鲁建交，和任何国家的建交，你台湾就不应该反对，因为你既然是主权独立国家，你和中国互不隶属，那为什么你要管中国和谁建交呢？是不是这道理？我中国和任何国家建交，就相当于人家英国、法国、美国啊，什么黎巴嫩，人家和别的国家建交，你中国有什么反对的？我们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跟谁建交我无权管呢，我无权干涉，我也没有理由说呀，那是人家自己做出的决定啊。你台湾呢，你台湾非要管中国和瑙鲁的建交，中国和别的国家的建交，非得要说三道四，说中国和瑙鲁的建交影响了你台湾，那你间接不就证实了你和中国之间并不是你自己所谓的一边一国吗？两岸互不隶属吗？就是你中国和台湾之间在国际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是有国际法，所以两岸之间的事务国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即和中国建交就不能和台湾建交，那不间接的证明了两岸并不是互不隶属吗？这是符合逻辑的。那根本原因呢，就是在埃及提出的这个开罗宣言吗？为什么国际要遵守开罗宣言？因为开罗宣言规定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地区它本身就属于中国的，你建的这个国在台湾这个岛上建国，那么台湾这个岛本身归还给中国，二战秩序，那国际要想维持现在整个世界的秩序，到哪都要秩序，没有秩序这世界不就大乱了吗？既然要维持现在的秩序，所有国家都得遵守，台湾属于中国，所以不能和台湾建交，这不多简单一个逻辑道理啊！台湾外交部竟然还在讲大话，什么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这些东西现状不是你人为造成的吗？你一直反对世界秩序吗？不就间接证明了你台湾是世界秩序的反对者，是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吗？是反对二战秩序的吗？那你们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迎来战争吗？中国反而是为了维护二战秩序，维护世界秩序吗？这逻辑多清楚啊！我觉得台湾这外事部门每次讲那个话，你们动动脑行不行啊？你当民进党讲话呢，在台湾岛内呢，你是要对国际讲的，那讲出这么没有理由的话，这么笑掉大牙的话，连我一个就中国的普通观众啊，我看这话我都能说出这么多，
一点没有逻辑性，一点没有按照国际法。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针对中国和瑙鲁之间的建交，你们不要发表任何评论。你说我现在就要和瑙鲁建交，我们要和瑙鲁建交，我们宣布建立台湾国，然后和瑙鲁建交，这是你们要做的。你们应该去批评那个蔡英文、赖清德永远不宣布台湾独立。你应该说，我们就是要宣布台湾独立，马上宣布台湾独立，明天就独立，从台湾国开始和全世界建交，对不对？这是你们应该做的。那你们现在躲什么呢？藏什么呢？怕什么呢？不是全世界都支持你们吗？你怕个毛啊！爱拼才会赢，能不能拼一把？不他妈全世界都爱你吗？难道全世界不爱你吗？你他妈一改名，全世界都揍你吗？难道你是什么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吗？不是吧？不是咱就改名吗？试一试，看全世界是不是爱你，是爱你还是恨你，还是要揍你？台独有没有希望？一试不就便知吗？爱拼才会赢吗？天天唱的多好听啊！怎么到实践中的台湾这帮台独一个个都缩了呢？像他妈缩头乌龟一样，背着他妈中华民国的壳到处晃悠，完了又他妈掏空这个壳。外交部啊，学了那么多年外交，说的话一点水平都没有，天天冲撞这国际法。你们他妈是什么东西呀？你们想违反国际法呀？前面违反国际法那几个都他妈做掉了，卡扎菲、萨达姆，这都想违反国际法的。你们台独想试试啊？啊？你说这世界有五个国家，联合国五大常理国来控制，来规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你们他妈想试试吗？不想台湾独立吗？试一试，我支持你们试一试，真的，你们他妈越早越好，怕什么呀？我他妈要睡觉了，我看这个新闻看的我他妈都乐，又气又好笑啊，又好又生气又好笑，就台湾就这个水平，胡搅蛮缠，跟你他妈讲国际法，谁他妈也听不懂，哎，就台湾万岁。台湾独立万岁！喊那个有鸡巴毛用啊！独立万岁，有个鸡巴毛用？个傻逼台独，一个个傻逼一样活着。给你他妈机会让你独立，又不敢。天天就是喊的干话，台湾独立，喊你妈了个逼独立呀！喊800年有什么用？做，要做，听懂没有啊？赖清德不说吗？永远不宣布独立，干掉他呀，换掉他。找个真台独上去，我他妈不敢！操你妈的！我瞧不起你们台湾人，瞧不起你们！哇，一个个的，你个软蛋样！操你妈的！唱的挺好听，爱拼才会赢，实际呢，什么他妈也不是，什么他妈也不是，真的什么也不是。看得我五统派啊，看得我这个恨呢！操你妈的，软绵绵的，一个个。就他妈天天讲这个干话，还一帮他妈学外交的，国际法都没弄明白。这世界谁他妈说了算呢？现在这个世界，联合国五大常理国说了算。你想反对国际法呀？推翻二战秩序啊？就你他妈小台湾，就你们小崽子，你们他妈有这个能力吗？前面想挑战联合国五个常理国的那几个都死了，你们他妈想试试吗？还台湾他妈独立呢！操你妈的！就台湾这文化，台湾这学校教出这流氓傻逼，每天在互联网上拿着中文，大傻逼一样活着，这帮杂碎！你瞅你们活那个逼样，你个逼样！操你妈！